预约他一起点一点，然后蓝宝直播通知勾一勾，麦序主播优先关注一下，还有记得帮蓝宝点点爱心，谢谢。我决定我今天要把公屏挡住。好，我们今天先来选第一个舞吧，都让你们选一下，对。第一个贝贝，第二个红色味道，第三个颠倒人生，对，就三个选一下哦，一和一二三。对，你看我把公屏拉得特别特别的小。一二三，第一个，哼，恭喜这位哥哥，我们先聊第一个 ，baby。一些黑粉，然后大家把咱们那个，把咱们这个左上角五星五星分店预约点一点，然后
蓝宝直播通知勾一勾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咱们把蓝宝点点爱心好不好？一个麦序点个2000颗，你们是可以的，因为你们的很强大，你们的都很强大，你们的。然后把麦序的主播都右键关注一下，谢谢。然后我们选下一个舞吧，好吧，我们选下一个舞。谢谢送礼物的宝宝。然后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，就是红色味道，红色味道跟颠倒人生，红色味道跟颠倒人生，两个五，一就是二和三哦，红色味道和颠倒人生，啦啦啦啦啦啦。第二个是红色味道，第三个是颠倒人生，一二三，第二个，好的，恭喜小天。我的心定格放在那里。大家有点心好不好？已经520克了，这个数字很好哦。谢谢谢谢小伟哥的点心，谢谢谢谢大家点心，谢谢大家点的关注。然后蓝宝给大家跳第二支舞了，不要急嘛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谢谢一把钢枪。
吹捧机专业有颜值舞蹈频道，我是你们的男宝。男宝大家喜欢直播间点点关注啊。手机用在我们左上角的橙色爱心，电脑用在我们右下角的直播通知我。你们怎么还没有点到1000颗爱心啊？你让我深深的对你们的手术产生了怀疑。然后咱们左上角五星五星饭店预约点一点，然后麦序上面主播南宝跟小凤九右键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有点了1000个好不好？1000个都没有点到，难受香菇。对，他是这样的南宝，为什么要点？喜欢就点心告诉我嘛。然后咱们就有最后一支舞了，3分多钟时间，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小凤九，我们就跳最后一支舞电脑人生了。然后大家喜欢主播一定要记得点关注，15分钟后我又回来。对，很多人就想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，老姑不能跳椅子舞。然后我们下个麦序的衣服我不让你们选的吧，一个是裙子是一个教师装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皮裤，你们都会选什么？你们应该都会选裙子吧，所以对一对不对，所以我就直接穿那个裙子吧。然后我们跳最后一支舞，大家点心关注走一走哦。哎，我的歌呢？点心。不点心的当局枪毙。Brain is squirming like a toad. Oh yeah, I'm not your man. Riders on the stage. Storm, riders on the storm.